一年一度的关田菱角节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关田农会就安排了采菱角体验。可是不少游客呢，采没两下就觉得真的是好辛苦。一群人全副武装，半身泡在水里，弯下腰仔细寻找暗红色的菱角。2015关田菱角节17号在台南市关田体育公园登场。为了让民众体会采菱角的乐趣，18号关田农会特地安排采菱角体验，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参与。以前有来采过菱角？没采过。他怎么会想要来？就因为朋友认识，推荐我们来的。现场感觉怎样？很辛苦。台南关田因为拥有好山好水，生产的菱角香甜可口，可以说是全国知名。不仅产量占了国内市场的70%，种植面积更是全台最大。民众体验采菱角后表示，虽然辛苦，但是都觉得意犹未尽，表示明年还要再来。很好，收获很大哦，收获很大。明年还会再来吗？明年再来。每个游客的篮子里都是收获满满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菱角的盛产期大约是从9月到11月，中秋节过后就是菱角最好吃的时候。还没吃到菱角的民众，恐怕要加快脚步了。联合报谢晋胜台南报道。